不离呀、啊、四相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哦，所以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四相就是两个字啊，能守，能守就有四相。各位有印象吗？或许有讲过啊，哈、哦，哦，比喻啊，哈、哦，我们眼睛啊能看，能看的哦就是我相，那所看的哦就是人相。有能看的，有所看的，能守那叫四相、哦、能看的我相，所看的人相啊，所看的差别重生、啊、是不是看的很多差别重生众生相，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四相、哦、然后我能听，能听的就是我相，所听的就是人相。那我们所听的、哦、不只有一个声音，非常多，叫众生相、啊、我们连续不断的听叫受者相四相。然后我能闻，我能吃，我能做，我能想，只要落入能守四相，这样知道吗、哦、很微细、哦啊、所以我们要到达没有能守，就是从佛性发挥出来，没有能也没有守，直接直心、哦、没有能守。像我们扫地啊，扫地的时候、哦、要人家称赞，有没有能守？就是有，你要爱红鹅肉啊，鹅肉说哦那真骨力、哦、他有期待、啊、有没有能守？哎，就是有能守。那假如说我们是分内的事应该要做的、啊、那个时候做的时候、啊、有没有能守？没有哦，还觉得应该我做的呀，你跟儿子我也爱做，你跟妈我也爱做、哦、就是 已经没有能守了。哎，所以我们了解说、哦、那个也很微细、啊、你们爱哄儿子、哦哦、那个都不应该我傻，我来傻就是要哄儿子啊，那就有能守、哦、就有了。